已经知道一个抛物线套它的对称轴垂直 x 轴，好，所以 x 轴 y 轴，那它的对称轴我们就先随便画一下，垂直 x 轴，所以对称轴长这样，那我的图形是不是就是向上或向下？所以我就可以令，这个涛呢，其实我很不会写。好，令这个涛呢，它等于什么？因为它是向下开的，所以我就令它 y 等于 ax 平方加 bx 加 c。好，那题目再给我们的三个条件就是给了我们三个点，这个抛物线会通过这三个点，所以我只好把这三个点塞进去喽。来 ，a 带进去，3等于0加0加 c， 人还不错，第一条就知道 c 了。那再来第二条， 6等于 a 减 b 加 c 是3，我就直接写。然后再来第三条，负9等于4a 加 2b 加3。好，所以下面这两条 a 减 b 呢就等于3， 4a 加 2b 等于多少？负12，我全部除以2，所以 2a 加 b 等于负6。从这两个来相加之后， 3a 等于负3，所以 a 等于负1，那 b 等于多少？负4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的抛物线涛又来了，涛呢就等于 y 等于负的 x 平方减4 x 加3。